传说中超好吃的担仔面是在这里吗？给我来一碗。把这种层次分明的五花肉切成细条，卤的时候呢，脂肪层就会断掉，变成肉丁。闻着油葱酥混合的猪油、虾米一起爆炒的味道，口水根本就忍不住。加了油葱酥之后呢，比较容易糊锅，所以要用小火来炖，最后半小时要注意看火。炖了两个半小时之后呢，汁已经收得差不多了，变成这种浓稠的状态。由鸡架和猪棒骨熬制，最后加入虾壳和虾头油来提鲜，要在开水中先烫一遍，去掉血腥味。熬的时候锅盖不要完全盖上，留一条缝隙，这样熬出来的汤头会比较澄清。虾壳和虾头炒制出来的油呢，给整个高汤带来了海鲜的香味，完全不需要加味精就可以特别的鲜美。如果不兑低筋面粉的话呢，整个面团会硬的揉不动。每100克面粉对应1颗鸡蛋，要放一点点油，完全不需要放水。面在调制的时候也非常重要，肉燥要用小勺放在面的正中间，汤要沿着碗的边缘浇在面上。食戟之灵第三季里的新平流随性担仔面呢，就已经还原成功了。如果只是动漫还原的话，那到这里就已经可以吃了。如果要吃一碗正宗的担仔面呢，我们还需要加几个东西。啊，好鲜，肉香非常浓郁，虾壳和虾头炒制的油从香味的基础上把鲜味又调出来更多。这个肉燥着吃用切成细条的五花肉，这个脂肪部分会炖烂啊，它自己会掉下来，超棒的。一入口有浓烈的蒜头的香气，咀嚼完这卤汁的味道慢慢的散发出来。啊，超弹牙，这个尝试很多次才调制出来的配方。嗯，棒。记得点关注和推荐，多发弹幕和评论哦。